一颗一壶白银，一生一念长明。旁边那么长一个走廊很暗，很黑的，能同情我吗？自己一个人待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一博的电台。今天呢是6月20日，不知不觉呢，这个电台已经播了有1年了。我可能没更新多少期，有些话我没有说过，但是我知道你们懂，这是属于我们的默契。陪伴每一天，感谢你们一直都在。